住智慧城市发展，新的专业和工种可以发展得有几快呢？ Taylor， 毕业冇耐你就捉到机会创业了。是啊，在我读 Ivy 嗰阵就已经见识到科技发展的潜力。依家成日所讲的 ABC， 即是 AI、Big Data 同埋 Cloud Computing 已经融入不同的专业，新的工作或者创业机会会越来越多。有外国的研究报告说，未来几年全世界会有很多新工种诞生，怎样可以快人一步成为 Smart Talent 呢？香港迈向智慧城市的发展，在电力行业，无论是传统的发电和输配电，或者发展可再生能源，都需要应用新科技和新技术。我们看到 VTC 的学生有新思维，善于掌握新技术，在职场上有一定优势。 VTC 着重科技教学，翻学时接触科技多啲，自然就行得前啲。